这里有未经雕琢的自然风光，这里有历经时间淘洗的民族风俗与文化。摄制组用4年时间走访上百个村寨，倾听孩子的梦想，了解文化的传承。我是中国的孩子，为您讲述中国各民族孩子真实的成长故事。可是小男孩蕾蕾也有着自己的烦恼，哭也没有用，还要过背。蕾蕾的烦恼即将为您讲述。姥姥说，我们鄂伦春族是个狩猎的民族，祖祖辈辈就生活在金安岭的大森林里。我叫艾哈，就是好样的，这是我的鄂伦春语名字。轮胎坏了。我的汉语名字叫刘厚磊，我今年7岁了，等过完这个暑假我就要上小学了。说小时候他是住在山上的，后来大伙下山定居了，就有了我们今天的小镇黑龙江黑河市新生乡。这是我上学前最后一个暑假，可我却第一次有了烦恼。哭也没有用，快给我背。完人！哪个时候你敢打我儿子？谁让你打我儿子的？又开始又，你从哪儿学来的？你说话学骂人的，谁骂人？都是你逼我的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说。跟谁学的骂人？说，快点。春雨，妈妈非逼我学鄂伦春雨不可，说报名入学要面试，让我学会用鄂伦春雨介绍自己。哎呀妈呀，太难了。咋的了？又来下面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趁妈妈不注意我就溜出来了。这是我的两个好朋友晨晨和蕊蕊。他比你小，头发就长那么大，你是因为你不喜欢长长头啊？我不想留，我不用留，不挺好看的吗？这儿了，整个是好撑啊！每天吃过早饭，我都去姥姥家。一路上会遇到我的很多好朋友，哈尼、馒头、小白和球球。你瞅他的小腿，他跟我比赛呀。哈尼知道呀。我觉得我是新生乡最快乐的人。因为这里的鸡呀狗呀都是我给他们取的名字。你呢？吃货鸡
那个呢？棉花糖鸡。那个就是小章鸡。埋汰。我姥姥可厉害了，她会弹口弦琴，还上过电视呢。姥姥说，从前住在山上，没有电视看，大伙儿就围着火堆唱歌、弹口弦琴。哎呦我的妈，死定狗！叫个花，这不就是个花吗？嗯。像啥呢？葫芦娃。这是我姥爷，我们西牲有名的墨根，就是最好的猎手。他骑马打猎可厉害了，可现在姥爷的腿不好了，就只能待在家里了。你是我的小小苹果，姥姥最疼我了，可现在她也变成妈妈一会儿了，逼我学习真烦。明月隔表，一我们就明月隔表又咋了？头上有一个包。你的听话要按你妈了，学不学呀？我学呀。你问怎么？拿蛋这样的六。我要偷懒，我可有的是办法。我有拿手绝活，就是捶背。我前面也没人呢，过来呀。好爽啊！刚才的乐器都没了，可不能让姥姥知道哦，嘿嘿。姥姥一高兴，让我出去透透气。我说吧，还是姥姥最疼我。对了，你有饼干的有饼干。你练车有这么难吗？我不玩了，不玩。哇！傍晚的时候，晨晨妹妹来了。你不能离我太近，看电视装置按钮。没电装置。我给你俩讲故事好不好 ？OK。哎呦喂你啊！我是生长在西伯利亚大森林里的猎人，大狍子，他打的是鹿。那他不是不爱护小动物吗？不能打小动物，不是好人。猎人不都是坏人的？你看你的姥爷都是打猎的。猎人到底是不是坏人啊？我也迷糊了。我爹、我爷都曾在这里打过鹿。爸爸的爸爸是爷爷。妈妈的妈妈是谁？我知道。妈妈妈妈是谁呀？奶奶呗。谁教的你？好吗？好大的眼睛。今天要去上暑假活动班，妈妈说那里可好了，又能学习又能玩。拜拜。我回来时候我是草莓。妈妈说这几年光让我玩了，所以她发愁了。可是玩多快乐呀，快乐有什么不好吗？哦，上学去喽。妈妈，我还没毕业。好多我们忙也比不下，两个耗子晃晃。你喝了？怎么又是学饿了春雨啊？不好玩，又被老妈骗了。早知道我就不来了。终于有好玩的了，老师教我们用软陶做刨头帽。刨头帽是我们鄂伦春人冬天戴的帽子，可暖和了。
难炒啊。这袍子咋拉了？油加水，红梅错的。别生气，冬瓜是魔鬼，冲动是魔鬼。哎呀，都是我做的袍子吗？原来好玩的还在后头呢，老师带我们来白桦林采集标本。哎，这才是我喜欢的课呢。这是蚂蚁的屎啊，小心点。森林就是个大花园，花呀草呀蝴蝶呀什么都有。拔头碎杠，杠呀呀春男子汉就是这样，倒地了也不服输。燎原乳业提示您，精彩继续。古伦木踏节开始前，蕾蕾再次情绪大爆发。她能否勇敢地站上舞台，完成比赛？蕾蕾的烦恼继续为您讲述。香，闻酒味儿，闻酒味儿，都是酒，就是酒味儿。行，给我吃一个。古伦木踏节就要来了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节日。那天大伙儿都会围着篝火跳舞，说是祭拜火神。看，妈妈在做过节的都市酒呢。就喝一半吧，待会儿你成酒鬼了。说什么说？我就是酒鬼，我本来就是酒鬼。好喝吗？好喝。收嗓子。古伦木踏节要举办鄂伦春雨比赛，妈妈也给我报了名。唉，过节好玩，比赛就让我心烦了。姥姥说，鄂伦春人都不会讲鄂伦春话，是要被人笑话的。还说只要我好好学习，就带我去钓鱼和打猎。姥姥，你在干嘛？那曲子都倒出来。你不要钓鱼去吗？看看，曲子。好多曲子。你在跳舞吗，小曲子？啊，这整丢了又拿。姥姥喜欢去策尔滨河钓鱼，她小时候就住在那里。她说那时候水可清了，用木叉子就能逮到大鱼。后来来了许多贪心的人，猎了好多鱼拿去城里卖钱，所以很多鱼现在都不见了。是，好好的钓鱼也被姥姥塞进了学习。我教你个句话啊，明夜，明夜再钓。装水了。开始了。回来不听话。还是回来好。我跟姐姐玩嘎啦哈，哎，用手指弹比大小，也可以往上抛，看谁一把抓得多，可好玩了。
这干了哈巴是那个狍子的骨头，后腿整的一个狍子两个，这多少个狍子吧？咱这么老多。我先数数啊。姥姥说，用狍子骨做的嘎拉哈才是最好的，因为狍子骨很稀罕。哎呀，挺会的你。比赛，您俩谁第一？狍子骨你见过了，狍子长啥样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什么叫啊？拉。今天晨晨来了，妈妈放我半天假，让二舅领我们去看狍子。看狍子？看，终于可以不学习了。看几个狍子呀？不知道。仨。仨。三个狍子。三个狍子。嗯。小狍儿，我叫刘红磊，谁认识我吗？你说说你的车牌号，还有你的名字。你在那吓唬他们，然后把他吓唬我们这儿。他在笑哎。小狍儿，妈妈说我不好好学习，就进不了重点班。我不想让妈妈失望，可我也不想学习。你说我该咋办呢？我瞄准。你待在里面烦不烦呀？我想上山玩，你想去吗？哦，不行，你上山被猎人打着了怎么办呀？表哥吴楠是个年轻的木日根，他准备上山去，姥姥让他带上我。以前姥爷总说等我长大了才能上山打猎，现在我是不是长成男子汉了？上山打猎先要把我们的家安上，我们的帐篷叫斜人柱，是用树干和桦树皮搭成的房子。实在是不快。哥哥说，我们鄂伦春人不是什么都打，像夏天怀着宝宝的母狍子，春天没长大的小狍，冬天还要照顾宝宝的母熊，都是不能打的。老祖宗还定下规矩，打猎只要够吃就行了，不能贪心。猎人是守护森林的人，不是破坏森林的人。哎，前面出现了一群野猪哎。燎原乳业提示您，精彩继续。这里有未经雕琢的自然风光，这里有历经时间淘洗的民族风俗与文化。摄制组用四年时间走访上百个村寨，倾听孩子的梦想，了解文化的传承。我是中国的孩子，为您讲述中国各民族孩子真实的成长故事。座椅呀，滴滴滴滴呀，你这又逗咱俩了。明天就是古鲁木踏节了，姥姥正加紧给我训练，其实我都记住了。大声说。懂啊。懂啊。可是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的烦恼又来了。起床的时候，老爸就责备老妈，说我长得磕磕巴巴的，怎么上台啊？老妈却很信任我，可我听了爸爸的话，我的信心都没了。
现在给他们打电话，不去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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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你快滚呗！放弃比赛那哪行啊？我刚刚长成男子汉啊，我一定要去比赛。你想挨揍吗？可是我真的忘词了。我还紧张吗？高高兴兴笑着点啊。妈妈被拦在外面了，可谁能提醒我一句？哎，怎么办啊？忘了，全忘了。能不能听你说我的名字叫我这么说呀？考单词，考单词，考单词，考单词。我的面试通过了，我的烦恼也没了。我要去黑河上学了，我要成为小学生了。他的鼻子可真好使。再见了，我的大森林。再见了，我的大马，我的小庞。再见了，我的球球，我的棉花糖鸡。等我回来，我们再一起玩。